假地就要点眼药水了吧？啊，很伤眼力呢。回去都要洗洗睡，隔天马上要踩的话，真的有点。而且那个啦，主要是坐，因为它你会变相的会一直往前倾，因为你要看，你要看你有没有对对对石头啦，什么障碍物还是草太多。那现在这样是75公分可以收3行就对了。如果要装75的话，我们这个可以收到3行。